有立法會議員早前建議政府推出健康碼，同內地嘅系統接軌，有助恢復通關。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話：唔覺得有大問題。我又唔覺得健康碼係一個咁大嘅問題，因為如果你純粹係旅遊，你配合當地政府，如果萬一你旅遊期間有啲咩問題，佢可以聯絡到你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應該要考慮嘅。文化唔同，香港一直都未有呢樣嘢啦，同埋香港電話又以往係冇話實名制噶嘛，登記嗰度。咁但係內地咧就入境有健康碼，電話一定要係實名登記。咁另外佢嗰啲軟件亦都可能係幫助到追蹤。咁香港缺乏呢方面嘅即係軟件咯。